Hello，家人们好，开饭了，今儿菜系。生呛虾。这啥虾呀？这是生呛黑虎虾啊。啊。这个做法，别说你没吃过啊，全网人都没吃过，因为这是我自创的啊，自创的做法。这玩意儿没有勺啊，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不吃过期了都。有勺你没拿吧？我看过不期啊。哎呀，这小虾肉，那妈不吃吃不吃，就那样，跟大鼻涕似的，黏的糊的那个。就那样黏糊糊的，跟虾都不敢吃，好吃。腌的还不到时候啊，还挺入味儿啊。那还不到时候，还不够红。嗯。一瞅就有食欲，好看，是不是？不光好看，味儿也好。嗯。哎呀！这虾其实也不小，这虾赶上我手大了，比你手大，是不是？比你手大。哎，已经盛饭了。嗯。我不吃了。你咋不吃了？有饭局一会儿。那啥饭局啊？我随礼随二百块钱礼，我还能搁家吃饭吗？我这是不是中午都没吃？我这晚上一起吃吧。点进的家人们，记得给我留个双击，留个关注啊！感谢你们啊！过瘾吧？嗯，超级过瘾，这虾个头太大了。吃点这个，这咋还纸呢？那我给你夹呗。香菇娘肉，这是家丽丽自己做的啊，自己做的。我说哪天你也给老铁们出点教程啥的，是不是？跟你比差太多了。哎呀，慢慢来呗。酱面，嗯，还是我那天做法吧。嗯，对，特别好吃，老好吃，纯是老北京口味的炸酱面。慢着吃，那虾的吃上啊。嗯，腌一次腌三天呢，这虾太大，贼入味，老好吃了。啊，腌三天了，那颜色好吃，还应该。再正一点，红酒，红酒醉虾。